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四位老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年轻的时候，他追了我8年，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是，忽然之间，我们的感情一夜就变了。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我好过，我不明白这段感情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变得越来越强势，我为这个家做的他从来都看不到，我累了，不想每天和他拌嘴，只想清清静静地过日子。有请这位夫妻，有请。董先生62岁，来自北京退休。宋女士60岁，来自北京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大哥在家里是不是倍儿受气呀？啊，看出来了，这个气场和气势不一样啊。说您追大姐追了8年是吧？对，那么难追啊。当时的时候，她不是我特别心仪的人，因为她对我的好，我认为只是作为兄妹是更好。呦，你看现在还这么自信，兄妹的结婚得有30几年，35年了，有一个女儿，闺女多大？34，多好，这不是挺幸福的吗？当时追我那么多年、啊、对我的承诺也很多啊，不光她对我的承诺多，我婆婆对我的承诺更多，说当年我说没有房子，说我们家分3居室都给你啊，说你那个进门就当家啊，工资全交给你啊，告诉那个特别希望我们好好过日子啊。2017年1月7号那天晚上，我突然心脏不舒服，他没在家，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不舒服，我说你干嘛？他在我妈妈那儿陪我妈妈玩牌呢。这关系多好，这女婿这姑爷好啊，好姑爷。他老上我妈妈那儿去，我妈我爸这么多年，经常他是他给开药给照顾。完了呢，他没回来，我就特难受，我就给女儿打电话，我说妈妈特别难受，我说呢你爸爸玩牌不回来，完了我女儿就特着急，说妈说你别着急，他说我现在赶紧的回，可是我女儿到我家也得有1个多小时，开车赶紧回来，他就先给物业打电话，说我妈不舒服，你能上我们家帮一下吗？结果呢还给我叫的120，他1点多才回来。完了女儿就特别生气，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问题，完了就吵吵起来了。我当时心脏特难受，我说你们别在我面前吵，我说你们出去吧。结果她跟我女儿吵吵就出去，结果她就真走了，回我婆婆家，一直到现在了。六年。怎么了大哥，你这是闹什么妖啊？因为你要把那8年的时光全追回来是吧？还差2年是吧？您怎么个意思呀？因为她那个心脏原来啊从来是没有这个毛病。后来呢他给我那个打电话呢，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么着觉得呢，就是呢他让我那个回家事，所以呢我就没给当成回这事儿就。那你也犯不上这一走这么多年啊。哎，因为是我那天从家里边走的时候，反正就是说比较是凄惨的，因为是凄惨。因为是我那天晚上从我们家走的时候，我是夜里边从我们家徒步那个走回家的。走多远？打哪儿走哪儿？从那海淀温泉走到那个中日那个医院那儿，32公里吧。当然不近了，走了是一晚上，走回来都天亮了，手机也没有那个电了。钱也是没有了，眼镜他们给我弄碎了，给那家里边的钥匙全拿走了，都给。所以呢，我后来想回这家，也是回不那去了也。他这找的都是借口，
您把人钥匙收了？没有。那怎么没钥匙呢？你看有一次我坐地铁把那个背包那个钥匙丢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二哥，我说我的那个钥匙那个没有了，回不去家了。完了他让我上我婆婆家，我婆婆家有我们家的备用钥匙，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那个钥匙是那个后来是配的。您没到婆婆家接过呀？接过呀。您去接过？对，我天，我去拿钥匙回家配钥匙去。他反正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回去。但为啥不回家？他因为跟闺女打。我没法回去，我只要是一那个回去，我那书包里边的钱还有家钥匙全给我是掏跑了。我这是回去过好几趟，后来是全给我拿走了，不敢回去了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把人钱都收了吗？结婚这么多年，三十多年，谁管钱？我管钱，因为他那个好多年也不上班，后来上班也是在我们单位给我做助手。这是您助理是吧？算是吧，因为当时单位觉得我特别忙，想再给我派一个人，完了就让我在全局选。后来呢，我就跟单位人说，我说的单位既然对我这么好，我们全家又在单位住，而且呢他也一直在帮助我们单位，他也很感恩我们单位，我就选择他。这个开工资吗？开，因为单位给开。工资谁领？在我这儿。那不是白打工吗？那一分钱都拿不着。那家里过日子，我不可能不给他钱，他拿什么去玩牌去？拿什么孝敬父母呀？不可能，只不过就是多少的问题，对吧？对，那因为你计划家里支出要是有计划的。那您这一走，不是工作也丢了吗？没有，那会儿已经退休了。我那天退休了，已经后来是从我妈那儿住，也没有那钱，不那个可能天天花我妈的钱呀。半年了都。我然后呢，后来呢，就给那个工资卡挂那事了。现在这卡在你手里？对。哦，那就是要追求财务自由是吧？对。问清楚了。回家可以，能不能把钱给我？不行，让他回家得把工资卡得上交，因为他花钱他没有边界感，他请朋友吃饭，他恨不能没有钱他都去借钱，他都就是他哥们义气特别严重，特别要面子。行，那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单位的房子还是谁的房子？没有，因为我退休了，现在租的房子。啊？结婚三十多年还租房子？对，因为当时我婆婆承诺我的那个房子，最后等我公公去世了以后，给了我小叔子了。不光是这个。包括他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本来跟他大哥我们一住对门一人一间，结果给了两个两居室，他大哥提前跟我说的你们俩12点中午记得特清楚，中午我们俩吃饭的找我们俩说你们俩别着急，说分两套两居室，咱一人一套，我们真的就没着急。结果呢，等到全楼都拆完了，因为当时他哥哥已经都不在那儿住了，全拆完了都没有人住了，恨不能完了以后，有一天女儿给我打电话，上小学呢。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妈妈说的那个，咱们家那个房顶漏了，说屋里都是土，因为就8平米嘛，肯定一到土就是床上，不能那个正常生活了。”单位就把我给接到，就把我们家三口人就都给那个东西就全给拉到单位去了，所以一直到我退休，一直都在单位住。好，那房子分你们了吗？没有啊，要有了还能现在到现在退休了还租房子吗？大哥分了房吗？我问他，他就不说话，躲着。二哥，大哥分了房了吗？分了。后来吧，主要是他这人呀，特别那个强势，因为那个我妈那边拆迁呢，确实我没有得到这个房子事。实际上，我那心里边也是有点愧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去追究了啊，这家里藏着很多的秘密。对。光房子就有两套，至少听下来。这二哥都没给弄清楚。对，那他这6年不回家，闺女儿什么意思呀？您闺女儿什么意思呀？闺女也挺生气的啊，而且闺女到现在就是说的都有阴影，都到现在都34了还没有这个。啥阴影啊？就是对这个家庭就是说的不抱希望，说妈妈说当时说你那么幸福，那么追你，我奶奶家人都那么喜欢你，最后到现在怎么过成这样啊？房子没捞到，对，老公跑了。对，老母亲身体好吗？身体倒是挺好的。需要您照顾吗？需要，因为是老母亲今年87岁了。这不是找一辙回家照顾婆婆去了吗？就是，实际上我婆婆把那三居室给我小叔的时候，已经跟我小叔达成协议，人家他来抚养，他们在一起住。那现在您住妈妈那儿是跟弟弟住一起吗？对。
哎呦，您这憋大招呢。因为是那个我妈那儿，她那不是一个三居吗？我弟弟比我是小那个十岁，他每天需要，他还得上这个班，所以呢家里边弟弟没结婚吗？啊，结婚了，结婚了，人家也是一家三口。对啊，结婚了也。那不是还有弟媳在家里呢吗？有啊，上班呢，孩子呢，他们都。哦，白天的话一没有那个人都不是。您是不回家是觉得愧疚呢，还是赌气呢，还是什么呀？当时是没觉得愧疚，已经闹得挺厉害的了。你们家老太太没轰你回家住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呢就叫我是经常是家走也，可是我那头家那个没法那个回去了。您又强调这个，您是不是在妈妈那儿住的特自由？对，想打麻将打麻将，想出去玩出去玩，想怎么花钱怎么花钱，30多年来从未有之自由，是吧？对，算了，跟他离了吧。闺女也大，要着也是个负担，干嘛不离呢？知道真相有什么意义呢？真相就是一个男人想要自由了，觉得您管多了，伤心了是吧？太伤心了。我说这大姐有点受不了。嗯。没聊过这个吗？6年他不跟我聊，他不聊，问他什么都不说。那去过多少回啊？这六年去过几回，包括我也给我婆婆打过电话，我婆婆说我让他回去了，可是他没回来呀。就去过几回啊？6年。对，因为我平时还上班，所以一般的找他他也不在，我也不愿意去了。后来我一个是不想失去这个家庭，因为我们基础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特别大的冲突，虽然说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给我的那么多承诺都没有实现，但是我还是不想让孩子真正的失去这个家。所以听两位的叙述，在你们的婚姻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大事儿的话，就在您的心里如果有大事儿的话，实际是来自于婆家您认为的房屋分配不公。 对吧？当时还对我的有承诺，这算是大事儿，对吧？对，这是最大的事儿。这事儿您觉得影响到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引导我老让他去调解这事儿，最起码得问清楚了为什么，对吗？所以他不敢去，他老回避。嗯，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说那我不是这家人吗？啊，今天您来是想把他领回家去是吗？对，把工资卡拿回家，人回家。回不回？我要是回去的话，我得是有这个要求的。啊，提要求，提要求，提要求，赶紧提！哎呀，就怕没要求。必须的话，你得那个脾气改一改。是我脾气是不好，可是我要是那个脾气。再一个，我要是回家的话，也可以。工资卡，我要是那个交的话，你那个必那须得多那个给我点零那个花那个钱。但是呢，但是你要说天天叫我那个回那家，我现在做不到。哦，还不能天天回家，因为是我母亲岁数太大了，哦，还要照顾老母亲。 对听懂了。过去一个月多少钱零花钱啊？过去那茬，哎呦，他这人看钱看太重，给的我非常少的是可怜。你跟他要，他就是给你点50、50、100、200的这个天了。你的他说的这个都不是事实。二哥你还记得吗？你挣500块钱的时候我给你记过账，你跟我要走800，就他花钱他没有度，他又抽烟又喝酒还玩牌。你说他没钱他拿什么去玩牌去？那次是随那贩子那回事。行，我这么，您现在退休金多少钱？现在4300多。这有6年了对吧？对。现在存下点了没有？略微的有一点儿。都去做理财去了，还有一点儿。我看您这没在一起过日子，什么事儿可都知道，啊。对呀，因为他身边的朋友和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好几十年了嘛，因为就是有共同的朋友，说你还上班呢，说你老公都跟人家去玩去了，还请人家吃饭，还老跟人家一起，还出去那个还理财，还一块唱歌去。那您说他要是这么花，跟什么人一起唱歌去？那我也不知道，都是他的朋友。那个是那个唱歌，是那个别人公那私组织那个唱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反正他没跟我在一起。行了，明白了。60之后大哥放飞了，飞了6年，心飞野了，不想回家了，是吧？对，回家就是你得钱得我管，第二你还不能管我，这我就回家，是吧？对。然后你还得允许我去我妈妈那儿，我回来这儿也不是天天回，是这意思吧？对。
他回家了能照顾妈妈去吗？能照顾，我还希望把我婆婆接到我们家来照顾。而且我婆婆我也不是不照顾，因为她原来我父亲有病时候她也照顾我父亲、啊、我婆婆每次住院每次有病以前的时候都是我在照顾。嗯，让她凭良心说我对你妈妈怎么样。对我妈是，我婆婆也说不出来我不好。行，我问点那私密的问题。二哥呀，老太太有没有什么这个交代啊？关于房子说过，说这有具体内容就别说了啊，咱们不说具体内容啊。有说过是吧？说过。对你有利还是没利？有点利。嗯，对，有点利。这次是一个空饼还是说老太太写了点什么了？嗯，没那个写，但是呢现在呢正在啊办着呢。行，懂了，明白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要不然就维持现状吧，啊，先在外面住着吧，可能二哥下一盘很大的棋啊，这个不可能。老太太想明白了，还是我这儿子。老太太，人家一二年已经给了他弟弟，都办完手续了，那名字早就是弟弟了，不可能。哎呀，坏了，这事我想简单了。那可不是嘛，人家早就把这事都处理清楚了。二哥又被骗了，这不是做梦呢吗？二哥，没有，不没有，这房子不都。现在这房我妈现在因为是给我弟后，我妈现在有点后这悔了，现在又啊、嗯、你看看这二哥又陷进去了。盘点这段婚姻，你就会发现几个核心的关键词：拆迁。这过程里一个老实巴交被自己老婆管了一辈子的男人，可能在某一个机缘之下发现他很有可能在一个问题上面翻大身，给老婆争一口气回来，所以现在开始做这事儿了。是这也有这层面的意思吧？对啊，除了要自由之外还有这个层面的意思。您今天的核心不就是要他跟您回家吗？对，您自己的日子过不好，是是，您还盯人家去了。就那个咱也不要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二哥你给我回来，钱给我上交，人归我管，我这辈子也就认了。不是我管你，那人怎么管呀？人是自由的，怎么、好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希望他能跟您回家，其他的事儿咱过了就过了，不再计较了。到这岁数，对，都这岁数了，是这意思吗？是，听懂了。来，各位老师，你们说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黄宏兄，您看都老了。对，老夫妻却渐行渐远了，相伴大半辈子了，本应该现在这个年龄彼此要成为对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了。是，结果老伴离家出走了整整六年。很显然大姐，您的婚姻很失败。对，您也很悲凉。太悲凉了。他刚才提出个要求，工资卡再交给你，给我的零花钱多一点，这一点能做到吧？能做到。脾气呢也改一改，这个年龄我们经常发火生气，真的伤身体。我也是，您看，上了50岁以后，我几乎不生气。有时候，哪怕吃亏，我也退一步。为什么呢？我开心了，就是我赚了。您说对不对？您说的太好了。嗯，真是这个道理。赶紧把老伴诱惑回来，好不好？好，非常感谢。我想今天无论如何带回家，这很重要。谢谢。谢谢伯宏兄。严老师，带回家非常重要，但这个大姐真得想明白她为啥现在就不回家了。你特委屈吗？你说我也不嫌你没挣什么钱，这么多年没房子我也都忍了，我也不嫌你现在老，咱们租个房子过，能过就行。但他怎么还能这么就走一晚上路也走回他妈妈家不回来了？为什么？你强势了这大半辈子哈，就你们在一起30多年，一直你强势，你习惯了，你觉得没什么，我对你挺好的。但是压倒你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心脏难受，你的女儿也骑在了他爸爸头上，他心里得多悲凉啊。如果说，因为是他们俩人啊，他合着欺负你是吗？全都是太强势了。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啊？
女儿是听他妈的，主要对呀、啊，他不是听，他在模仿啊。他从小就看着妈妈对爸爸就这样，他认为爸爸就是惯着他，爸爸就是这样，谁说他都行，我说他也一样。所以就是现在晚年变成这样的境地了。所以您说您是不是得稍微调整一下？您调整了，您的女儿才能调整。您从心里真正认可了我这个二哥，他一生陪在我身边，老实巴交，就算没有太多本事，但给了我一个安稳的人生。你从心里尊重他，认可他，你女儿才能认可这个爸爸。先生，老顽童，老顽童哈，我们都说老顽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您不能就返老还童，就放飞自我，不管不顾了呀。也不是，因为心里边压力太大。是，我明白您压力大，但咱该负的责任呢？我支持你回家陪老母亲，就算不为家产，为尽孝心，对吧？你弟弟没有时间白天照顾妈妈，你去照顾没有问题，我支持你。但是照顾母亲同时要平衡好自己的家庭，你不能说我告诉你了啊，我想回家就回家，我想回去看我妈就看我妈，我说了算。您这叫不讲理，您这叫不负责。您甚至可以带着太太，带着妻子回去一起照顾母亲，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孝顺老人，不是抛妻弃子的孝顺自己的母亲，不能太放飞啊。好的，好不好？你往前进一步，工资卡该交交，妻子多批点钱给他，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为了你的晚年生活，为了女儿以后的幸福，我希望你们还能回到一个正规的轨道上，能够把晚年生活平静的度过，好不好？嗯，谢谢老师，曹老师，到我了是吧？这个我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情况，打一上来这个夫妻二人站着的时候，这男同志就特别强势，我不回家。工资卡反正我也拿走了，但是在后来咱们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人说了工资卡我能交回去，你只要给我把零花钱涨起来，就证明还是有回家这个意图的。所以说我觉得啊，您不用担心，我觉得还是正常沟通达到这个您先生这个平衡点，我估计就回去了。当然您通过您的努力啊，这得我再说您两句，您有什么大计划呀？不用跟我们沟通，您多少跟您爱人跟您闺女稍微透那么一点点，要不然的话您说您这儿什么也不说，然后那边因为当年的家里这情况嘛，那边也不信您能办成这事儿，这不是里外里这矛盾越来越深了吗？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好，谢谢曹老师。好，尹达老师，任何婚姻都有可能会陷入僵局，但是我们要拥有的是在僵局里头依然能够沟通和处理的能力。其实这个婚姻在这六年里头，大家有很多次机会是可以化解掉的嘛。原本二哥去妈妈家住了，你周末也去嘛，我跟你一起到妈妈这边看看妈妈，顺便跟二哥一起住，然后在家烧点菜，周一领着二哥就回家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自己也是放不下当时的那一个劲儿，对吧？但是两个人在两个原地僵久了以后，都不愿意去首先迈出那一步，不就导致两个人越来越僵？现在二哥有自己的计划，而且多陪陪自己的母亲，我没意见。没意见的话，但是回家是有时有赏的，你不能天天在那儿不回家。关键是他有时候不在那儿，打电话我婆婆说还没回来呢，头六点就走了。所以二哥是，我肯定是那个从我妈那儿待着。天从那儿，就是有时候那个出去买那个菜了，跟和别人就那个出去也是成。反正咱姐姐还一心等着您回去呢，你也就在这个时候管他怎样，已经享受六年的快乐时光了。今天其实没啥事儿，上场的时候我还乐呢，就是哎，得到六年单身快乐生活的人，怎么还没有咱姐姐自己显得有精神头呢？您能爱他吗？我就再问您，爱他。您能够给他一点就是他是一家之主的这种感觉吗？可以。您能够当着女儿的面来说，你的爸爸在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妈妈没他不行，能这么说吧？能这么说。那您就把咱二哥哄回去嘛。好，谢谢您。你再倒回到那天晚上，我告诉你，你看他说的是你说去不去吧，我陪你爸妈玩，确实我也在玩。你打了个电话来，你这一辈子吆五喝六惯了，承认吧，承认吧，这不反对吧？不反对。突然打电话说，哎，我心脏不舒服，你快回来啊。好，我告诉您，我的内心反应是什么？嫌我玩的晚了，心脏没毛病啊，
说心脏不好给我弄回去，再打两把。不是，对，听我说呀，您说我这心态对吗？对，我能理解。能理解吧？能理解。结果我回家以后发现喝捅大娄子了，害不害怕？本能害怕，没错吧？对，搁谁谁都害怕，既害怕又后悔。哎呦，这叫当时真出了个事儿怎么办？是不是害怕？对啊，叫慌乱。然后接下来劈头盖脸的就是数落，这谁受得了？关键数落的人还是闺女。这个就是酒瘾子，勾起来了。三十多年那个被欺压的事儿历历在目啊，想过没有？劝您一句话，这个岁数任何梦都不做了，最实在的就是老伴儿。好的，其他都别想了，什么大计划什么都别想，踏踏实实回家奔媳妇儿去，没您什么事儿，别瞎掺和，回家回家回家，那儿不适合您待，不下大棋了啊，咱不下大棋了好吗？那棋咱下不了，回家本本分分的跟媳妇儿过日子去。当然您那些要求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今天我们让大姐给你写上，写上啊，说一个固定的零花钱吧，一个月多少钱我们帮您落实，要不然咱怎么回家，帮您落实。提提提，一千五，就一千五啊。对，一个月开1500块钱工资，行吗？行，其他全部上交。行，不问我这钱花哪儿去了，好吧。一周要去几回老太太那儿？说一周反正自己说三次吧。回不回家？回家，回家。好，一周去三次老太太那儿，行不行？没问题，没问题。再提要求，玩几次，玩几天，要不要玩？自己也得娱乐呀。这个玩去的话，到时候跟他就一去一块儿去玩了就啊，一起去玩，这就行了，行了，行了。大姐，这行了吧？哎，说点软话。谢谢。这人生不就这样吗？凭什么追您八年啊？对不对？该做的我们可都做了啊。行，这要再不回去你也就回不去了啊。最主要是他就是脾气他太暴躁。行了，6年的假已经放完了，接着回去蹲监狱去吧。自己选的牢房嘛，对不对？自己选的牢房，自己进去坐去。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婆你辛苦了，这些年我也是不愿意把这个家亲手拆那个散了，我只是希望你的脾气啊改一改那个脾气，工资卡交呢也可以多给点零那个花钱，但是呢天天回家肯定是做不到，只能是那个3天2头的可以。你的话我听到了，而且我也希望你真心的是跟我，别再骗我了。你是真心的吗？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谢谢专家，谢谢，好，谢谢，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云 APP、天津 APP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预测一下，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啊，很典型，因为现在退休以后，老年夫妻其实婚姻危机是增加了很多很多，原来是相伴到老，现在变成了相伴到草，因为回到了二人世界，你看我都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我但愿他们两个人能顺眼起来，所以我认为双出。严老师，我还挺担心这个男士的，我觉得他这6年确实在妈妈那儿住着，得到了他很多婚姻当中没有得到的自由和欢乐，他现在还没有想太多，说我真的70多80多需要有夫妻俩互相照顾的时候该怎么办，还沉浸在放飞当中呢。但我劝这个老哥出来吧，啊，生活还得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双出。虽然这二哥刚才答应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反复，咱盼着双出，但自由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双不出吧。对于姐姐来讲，没这个老伴六年也都过来了，也没必要一定要把可能会惹您生气惹您暴躁的男人再一次请回家。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在吗，大哥？快去快去快去。站中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了，现在就是要做伴儿了，好好做伴儿了。大哥你记住了啊。记住了。钱是身外之物，要不要的就那么回事儿，1500给你，你能花些什么我也想不出来了就。来吧，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老年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的承诺能做到吗？可以，能做到。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请亮灯啊！好好保重身体，时间很长呢，好好过，活得再更有滋味一些就更好了，加油好吗？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各位专家，请回，请回，请回。这手紧紧地攥着，拉着犯错回家的小孩儿。哎，祝他们幸福吧，人生路还长，愿他们就一路这么牵着手走下去。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为这份感情一直很努力，可他好像看不见一样，总是对我忽冷忽热。他父母现在对我意见很大，他也从不知为我辩解几句，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前任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再加上我父母对他一直很不满意，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份感情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马，21岁，来自安徽，学生。女嘉宾小马，21岁，来自宁夏，学生。有请两位，有请。都姓马是吧？对。啊，你应该是少数民族。对，我们俩都是少数民族。哦，他也是啊。对。在大学里谁追的谁？我追的他。啊？我是比他大一届的，然后我。您是学姐。对。哦。您是学弟，对啊，然后，我的室友是他的社长，他们有一次组什么社，就是负责一些学校的一些奖励还有资助工作的。哦，然后他们要组织一个中学晚会，嗯，那时候特别忙，然后我就去帮我室友的忙，他在那儿负责放歌，活跃气氛，嗯，然后就觉得他放的歌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他都放过些什么歌？周杰伦的歌。然后就觉得他长得也还有点小帅吧。哎呦，关键是看长得帅吧。周杰伦的歌哪儿听不到啊？就他放的就不一样了，长得帅是吧？对。啊。然后就找室友要了他的微信，然后追了一个月左右吧，就在一起了。厉害吧？所以说这个女追男嘛，隔层纱嘛。啊，现在怎么了，姑娘？他是觉得我有点对他忽冷忽热。哦。然后刚开始他追我，当时其实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很可爱的很听话的那种，然后我其实对我们俩的感情蛮期待的，嗯，但是就是刚在一起没多久之后呢，就感觉他变了个人。哦，一开始他的朋友圈就是完全是开放的，然后没多久之后就变成三天可见了。哦，我是觉得天天秀恩爱大家看起来多烦呐，然后就把朋友圈关了。对，然后呢，就是他对我忽冷忽热这个吧，如果他要是对他每一个男友都是这样的，我还能接受。但是据我所知，从他舍友口中得知的，他对他前男友是很好的，只有对我是这样的。这舍友是挑拨离间吧？这玩意儿。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他和他前男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前男友有一回随口一提。就是想去爬泰山，取山顶上的一个石头，然后他二话不说走，
然后就订车票，订那个酒店，就跟他去了。但是我的话我就不一样了，我即使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从家回学校，当时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让他去接我一下，但是呢我跟他说了好几回，他都不同意，他也不跟我说原因，就不想去。我当时觉得太早了，他到那个车站太早了，然后我们在宿舍又不能出去。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是啊，那他觉得我在找借口。还更离谱的事儿哦，就是他有什么时候我做的事儿让他觉得让他不舒服了，他不去直接跟我说，他拿我和他前男友做比较，就是说他前男友做的怎么了，然后我做的怎么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心里边一直没有放下他前男友。那我觉得他有时候我前男友确实做得比他好。你找他去啊，你找我干嘛呀？这小伙对，小伙子说对啊，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之前谈恋爱比较少，所以想教他怎么做。那你直接教他不就完了，你为什么把前男友还拉出来教呢？因为他说没有人可以做到那样。他要求什么呀？我们俩比如说前一秒还好好的，然后后一秒他就变了个人，我问他什么原因他也不跟我说，然后他说他前男友都会猜他的情绪什么的，我就不会。哦，前男友都会猜，他不会。对，所以我就。那你这是教他怎么着？教他读心术。对，教他就想照顾一下我的情绪嘛，因为我要是心情不好，他就会问我怎么了，就是不愿意自己去想自己的问题。啊？那你前男友对你这么细心，为什么分手呢？姑娘，我特好奇。我们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然后时间也挺久的，就是把感情消磨没了。所以你前男友也绷不住了呗？对，就这意思呗。对，你谈过前女友吗？我没谈过。初恋？对。他其实谈过前女友。那你跟我说你没谈过？不是，当时是什么情况？我现在就这么好容易被骗吗？不是，当时也没有什么经历嘛，然后当时确实也是不懂得拒绝，然后那个前女友当时追我，然后稀里糊涂，然后我就答应了嘛。啊。然后刚相处大概不到一个月吧，然后我就感觉她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些性格我确实不能接受啊，然后就跟她很决然的提分手。哦，那你这也叫谈过呀？你不能说你初恋呀。但是我心里边的初恋就是自己真心喜欢过的。那就这个事是吧？对。而且他那个前女友还一直纠缠他，一直给他发信息，他还给他打电话，他有时候还会接呢。前女友给你打电话干嘛？发信息说什么？他就说一些非常无厘头的话，就有时候也会他跟我发消息，就是回忆什么我们以前在一块怎么地了。不就一个月吗？对呀，而且那一个月当时还封校，然后什么都没经历过，也没一块去玩过，也没一块去干嘛过。对，就是前女友对你念念不忘。对，还经常的等于骚扰你。对，他前女友其实对我的恶意很大。有一次在那个球场上，他叫我去看他打比赛，我特别开心，因为他不怎么主动。结果我给他买了水，他中场休息的时候下来还对我很好，亲亲抱抱的。他之前从来不会主动做这些，然后结果我没发现他前女友就在他旁边，他那个前女友就把他的水往他身上砸，我当时裙子呀什么的都被他弄脏了，而且球场人特别多，我特别尴尬，然后我就走了。不是你走啥？这不就他叫你去跟他前女友说我谈女朋友我很幸福吗？宣誓主权吗？说哎，你是想干这个的吧？是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很幸福，你不要再纠缠我。他不就想表达这，你还生气走了？那最后我跟我室友说了，我室友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他用来摆脱他前女友的一个挡箭牌。然后他之前也不怎么主动，就一直都我主动，我不给他发信息，他也不给我发信息。你们这些孩子心思这么深呐，就不能往好地方想？你看他们想的全是负面的。哦，通过你室友的分析，你觉得他是把你拿来阻隔他前女友的一个挡箭牌，而不是他喜欢你是吗？对。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孩子这些爱谈的。行，你们接着往下说吧，我也别瞎分析了，我也分析不到孩子们的心理。来，往下说，往下说。你不是那么想的吧？我不是这么想的。你是喜欢他吧？我喜欢他。我分析那个对吧？对。不是挡箭牌吧？不是。我现在能相信你吗？当然可以。好好好，你们接着往下说。之前
我们俩在操场上散步，他那前女友就挑衅我，他前女友在踢足球，看我们俩过来了，就把那个球向我砸过来了，向我踢过来了，我当时要不闪就直接踢我脸上了，所以我就对他意见很大，而且他前女友还散播谣言，说我是破坏他们俩感情的，我插足了他们俩的感情，因为他们俩才分的手。你什么反应？我也没有搭理他啊。我跟他现在之所以还保持联系，就是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跟他提分手过后，大概没几天的时候，然后他父亲就出车祸住院了，然后当时我确实有点心疼他，然后就想，那你心疼他怎么不和他复合呢？然后呢，我就想给他一段时间缓冲一下嘛，然后但是我有回他消息，但并没有回他那种很出格的。那个时候你们俩在一起了吗？没有，之后他怎么变成这样的我也不太清楚。这小伙子遇到了一个这个对爱情比较执着或者有执念的一姑娘啊，就觉得没分掉，然后进而影响了现在的这段情感，是这意思吧？对啊。好，还有别的事儿吗？之前我们假期我回家了，他在学校待着，他说他要跟室友出去玩，等我回学校之后，我拿到他的手机，我发现他是和一群女生出去玩的，还有他前女友呢，那些照片中他前女友靠得老近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是跟我们社团出去的，一起去那个团建。你明明知道这姑娘就比较偏执比较过激的这么一性格，你还不躲远点？当时去的时候一开始我确实没有注意，然后他拍照的时候靠近我，当时我也有刻意跟他去保持距离，但是他一直跟着我，我总不能一直跑吧，多尴尬呢。大家当时都行，这解释你信吗？我不信，主要是他还骗我啊。他说他是跟室友出去玩的。哎呀，所以这恋爱谈得多累啊，要不然你们分手吧。之前因为这个事儿分过一回，然后后来我也是为了补偿他嘛，我跟他道歉了，然后我答应他跟他一块去看演唱会。但其实那个演唱会门票我们俩只抢到一张，他抢到了一张，我就想着要不买一个加价票，我也想让他陪着我一起去看，什么酒店呀机票什么的很多钱呢。结果他没告诉我他把那个票卖了，他又不陪我去了。当时我就寻思他不看了呗，反正就抢到一张票。那你们俩到底看没看啊？看了，他不是生气了吗？我说行，那我跟你一块打工，就是一块去兼职赚钱，然后咱们去。但是他兼职的时候还是对我很烦。有一天晚上我有点生病，有点发高烧了，但我给他发信息打电话他都不回我，结果我就一个人去医院了。他第二天还来责备我说为什么要给他打那么多电话，说我这生点小病至于吗？然后后来就因为看了演唱会就好了是吧？对。哎，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快一年了。快一年就谈成这样了，那还不分等啥呢？你今天来干啥？分手？今天来就是想让他改变对我态度，如果他能改变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我其实还有一部分压力来自于我的父母。啊，你父母啥压力啊？因为我大四了，然后我们俩家里离得比较远，我父母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一直让我跟他分手，然后我就想着要先稳住他们，我就说我们俩分了，结果我父母就开始给我介绍他们的心仪的，因为我父母和他父母都认识，然后我当时就去见了这个，结果那个相亲对象对我有意思，我说我有男朋友，但他还是各种对我好，叫我出去吃饭呀什么的，我大部分都时间都是拒绝的，结果被他给发现了。有一次我和我妈打电话，他就在旁边，我妈就问我和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了，有没有继续出去吃饭呀什么的，结果被他听到了，他就把我手机抢过去了。对，我当时我听到很生气，我心里边想，就是我为我们俩这么感情做这么多努力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在他妈妈那边说一点我的好话？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电话抢过来，我跟他妈妈说：“阿姨你好，我是马莹的男朋友，我们在一块已经一年了，现在，你说要是仅仅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就把我们俩分开，我觉得对我来说挺不公平的。然后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努力去对他好。”然后他妈听到那边咔一声就给挂了。那可不是挂了吗？然后我妈就对我现在也对我也有点意见了，
然后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嗯。结果他也生气了，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尴尬的境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分手呀？你喜不喜欢他呀？谈恋爱就是我爱不爱嘛，我喜不喜欢嘛？你喜欢他吗？除了他是高之外，我知道现在很多女生看男生高就不能自已，是不是？是。只要男生一高一瘦，哎呦，再长得这个稍微帅一点，那恨不能就扑上去，是吧？对。舍不得是吧？对。颜值控是吧？对。啊，就喜欢那这副皮囊是吧？其他方面有时候也挺好的，啊、他唱歌也好听。那主要还是皮囊吗？对、啊，这都是爸妈给的嘛，他自己的东西你也并不喜欢嘛，你更喜欢前男友在你情绪上的安抚啊，凡此种种嘛。所以今天来男生就想问明白，对吧？对，我就想问，要谈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谈，对不对？对，要不然你说不谈分手我也接受，对吧？是。女生是说，哎呀，我现在我很犹豫啊，这高高帅帅的我喜欢呀、啊，家里相亲那个我看也行啊，我又怕得罪我爸妈，是这意思吧？对。所以该怎么办？老师们给出主意，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波鸿兄，确实，都姓马。对，女马最男马，一个月马到成功，现在一年恋爱，我看已经快马失前蹄了。尤其是你们对前任的问题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的爱情就拴在这一个前任上，我认为。不联系，不打扰，不纠缠，不诋毁，各自安好，那是最好。前任就应该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我现在真的担心你们两个人是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们坚守下去，明年或者后年你们真的成为了异地恋如何办？距离产生不了美的，只要有一方忍受不了了，这段情感就没了。为什么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分手在哪里？绝大多数就是异地恋嘛。经受不了异地恋的考验，那还不如两个人早点分手。如果愿意挑战，有这样的心要在一起，而且对异地恋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抗争的能力，甚至大家愿意迁就去心爱的人的一方城市，我祝你们继续恋爱，而且马到成功。谢谢严老师。严老师，不，你们这一年的恋爱我就觉得你们谈了吗？不是前女友就是前男友，还又出来个相亲对象，我完全没有觉得你们俩在谈恋爱。你们俩都在纠缠过去的事情啊，无非是最初因为彼此的外在也好，样貌也好，有那么一点点好感，还是稀里糊涂就在一起了。我没有实质听到你们之间有爱。你看，男生为什么会让女生觉得你在骗我？你去社团活动明明有前女友，你没告诉我。哎，你说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你就是在骗他呀。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他当时立刻就回嘴了。你说那个女孩前女友的爸爸出车祸了，我很心疼她。你既然心疼他，你跟他在一起啊？我倒觉得前女友挺适合你的，你不是觉得他对你忽冷忽热吗？你前女友多执着呀，你要不回头想想，你前女友可能是真正适合你的那一个。女生你也没有怎么爱他，你要是爱他的话，你也不会你妈给你介绍一个相亲对象你就去了，然后你刚才说我大部分时间不会跟那个男生见面，那还有小部分时间呢？说明你也不爱他呀，你完全不是仅仅在敷衍你的父母，你还是给自己找了备胎和后路嘛。那既然没有什么感情，反正也是异地了，马上要，那干脆咱们今天也借这个舞台，就彼此体体面面的祝福对方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爱，也不用再去纠结什么前男友前女友，不要再去置气了，找一个更适合自己能让自己心里安稳，尤其是女生，你既然怕让父母不高兴，对吧？你说了吗，我见这个相亲对象，那至少给我妈面子吧，让我妈舒服嘛。那爸妈也很重要，在你心里，既然你对她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既然你又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那咱就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去找适合自己的男生。我看你要不跟前女友真的认真坐下来谈谈吧，那个也许是你的真爱呢。谢谢。谢谢老师。曹老师，
他们俩这事儿吧，表面上看都是外力因素啊，暂时来看啊，是的，就甭管是前女友也好，嗯，父母也好，相亲对象也好，嗯，包括其中还有一个环节说的室友也好，是的，对，表面上看是外力因素，其实就是他们俩的事儿啊，他们俩各自都有问题。那为什么前女友发信息？你看刚才杨老师说的对了，我也注意到这个点了，我很心疼他，我可以理解成你不成熟，但是一个男同志，不，男孩吧，男人，你能当着你的女朋友的面说出来，他给我发信息，尤其他爸出车祸，你作为一个朋友是可以礼貌性的问候的，但是你能表达出我心疼的，这个我很费解，尤其是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再加上他还是你的前女友，你会给人家一个错觉，你好像是想跟他旧情复燃，而前女友正好在这个节骨眼觉得你对她的这话，是你刚才强调了，我并没有发我想对她怎么样，我只是关心，但是在这个节点上，人家会觉得你对她是好的，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说这个女孩，你的室友随便一说，你就能把你的男朋友推到那个阵营去了吗？你就能觉得他在拿你当挡箭牌吗？我不觉得说这个咱们把什么事儿都想到最好，也都想到最坏，可以说你室友说的并没有错，它只是一种结果而已，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只是增加你对你男朋友的判断，并不应该成为你衡量他当时情况的一种标准。后边的我就不评价了，包括相亲什么，这也有点太扯了，你们俩这事真的太扯了，介绍就去，然后这打电话抓起来就说，这我觉得有点扯。我只想说的是，你们俩现在刚刚马上要步入社会，你们以后面对的诱惑会更多，如果你还是这种就是欲拒还迎也好，或者说我觉得还行我没表达，你以后社会上碰见的姑娘会越来越多，你以后纠缠不清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也是一样。谢谢。来来来，本来以为，对，本来以为要看一个大学的这一种恋爱偶像剧，这是两个人的戏，结果还不到一集，一下出场了一堆人，这个一堆人里头现在甚至都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主角，我反而觉得我们没有见到的那一个就是曾经的男主角和曾经的女主角，前男友和前女友，对，就是那两位反而更加具有戏剧张力，我在脑子里都在幻想那个前女友屡次发消息和扔水瓶砸他那一种为爱痴狂的样子啊，好有吸引力，好有力量感带感，相比较之下你很无趣。我也还会想到，哎呀，你看他对他的前男友那么好，为他去弄小石头了，为他做那么多，反正为你也没做啥，对吧？想想那才是一对美好的爱情，你存在这儿真多余。眼下对于你们来讲，我就觉得吧，好好的去面对接下来人生的课题吧，该去在这一桩恋爱上花费的时间也都花费完了，该考验的也都考验完了，一场大病，男友可以一夜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这毫无疑问是不关心不在乎，所以不用再去浪费时间想爱或者不爱了，因为未来的人生里头还有更多值得你们关注的事情，眼下一桩不快乐的恋爱要它干嘛。哎，谢谢米娜老师，就是好像听起来就是分手，对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个特别同感的，他们俩还真是恋爱过，但是他们俩都没跟，就是他们俩没有恋上。女生跟她的前男友是真的爱过的，就是我想要一个泰山的石头，女生说我们走，然后当女生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男生就会猜，男生是用心的。这是一个恋爱关系，那个女生无疑也是爱你的，你也曾经跟那个女生真的动过情，那个女生可以看到你跟别的女性的时候，在分手的情况下都能为爱而痴狂，对吧？你知道她的父亲走，她在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说我心疼她，我要去抚慰她，还是爱过的，遗憾的是爱的都不是身边的人，而是以前的那一个人。分手吧，因为不爱，干嘛勉强？好了，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咱们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真的很喜欢你，但是你对我的一些忽冷忽热，真的确实让我很难接受。
但是我想，如果你能改变以往对我的情绪，在你们爸爸妈妈那边说点我的好话，我愿意继续努力去对你好，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前女友的出现非常影响我，我有点怀疑你和我在一起的初衷，再加上我父亲这边的压力，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谢谢两位啊，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冯红兄，啊，我依然认为这一段恋情还是值得相互给机会的，双出。啊，严老师，我还真不看好。这大学恋情大多数是真爱，有些就是他们这样不爱，不爱就别在一起了，双不出。来，曹老师，其实刚才他们俩这事儿咱已经捋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刚才呢，他们俩对话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看他们俩对看的眼神，我觉得还有点戏。但是呢，我觉得年轻人这种亏吃点吃点吧，挺好的，我双不出。对，双不出，他们没吃亏，他们在彼此的恋爱中又一次深情地回忆了前男友和前女友。我这个，我有一种隐隐不好的感觉，或许会双出呢。真的就是，最不敢预测的啊，就是年轻人，就是年轻情侣来这个舞台的时候是最不敢预测，因为好像十次，有九次都会被打脸。我们来看一下结局是怎样的，来，请开门。我们来看一下结局是怎样的，来，请开门。你们仨是双不出。哎呦，年轻真好，哎呦。来来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个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行，反正决定在一起了，就把前男友和前女友都忘了吧。好好谈一次恋爱，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中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好了，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